其实，你也不是什么都没有做。你记得我一直拿你的工作室微博回复粉丝的留言吗？前两天我收到了一封私信，一个叫松松的小女孩，她生病住院，每天都要做很多的治疗，大多数的时间都躺在病床上。她说她一边又一边的看你的书，就觉得治疗的时间没有那么难熬了。 这是他给你的私信，亲爱的乔毅哥哥，你好，我叫松松，已经是你的3年老粉了。我想谢谢你，在我最难过的时候，给了我勇气，让我敢于面对病魔。悄悄告诉你哦。其实，我觉得你可以去医院看看这个女孩。 我现在就去。哎，现在来不及了，我们一会儿就要出发了。嗯，不然等到采访结束了，我陪你一块儿去。好。一个。一个。啊。乔伊，关于之后的工作有什么安排？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以我现在的状态，真的没有办法在舞台上面对支持我的粉丝，所以取消这次新书发布，来投身公益。取消？为什么？你的读者怎么办？真的没有办法面对我的读者，面对那些一直喜爱我的朋友，所以我想取消新书发布。 这个周天可真是的，这点事儿都办不好，本来已经够焦头烂额的，还来添乱。行了，我知道了。喂。 乔伊，他我已经知道了。对不起啊，季总，经历过之前那么多事情，我应该想到会有这样的状况发生，做好预案的，是我的失职。乔伊如果不那么任性，他就不是乔伊了。其实这次也不能完全说他任性吧。我能看得出来，对于这次集体虎的事情，他自己也很自责，很难过。李昂也说。 他从来都没有见过乔伊这样，所以，你现在稳住他的心态，不要再出乱子了。这边的事情交给我来处理。这两件事本质上就是一件事。等吉野虎的事情有了明确的说法，他会想通的。明白了。你好。 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看到乔伊？他已经走了。谢谢。哎，周天，他没回来啊？他一个连打车软件都不会用的人，能跑哪儿去啊？ 好，我们分头找。乔伊，你在哪儿啊？周天都快急疯了，你知道这个时候取消新书发布会有多大的负面影响吗？你几岁了还这么任性啊？25岁，但是我想你陪我去个地方。跳楼吗？ 那我只能去帮你拍遗照。不，是医院。啊，你好。
你回来了，我马上要开会呢。哎，我那边着急，我先过去啊。去。一哥那边怎么样了？季总要布置后面的工作，声明已经发了，律师已经去了警局找了相关的办案人员。乔伊从发布会现场走了，也没跟我说一声。后来李阳跟我说他在陪着乔伊，让我不用担心，说演唱会的事情他会劝乔伊的，我就先回来了。那你要不要回去歇歇？我就跟他们说你还在外面。不用了，我跟你们一起开会。走。我看了今天的报告，大家很努力，做得非常好。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们要怎么告诉公众真相。公司虽然已经发了官方声明，但是情况并不乐观。现在的舆情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只有拿出有实锤的证据才行。没错，现在必须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在吉玉虎出事之前，我们就主动做过切割，类似于发过律师函之类的。律师函？陈小天，怎么了？我记得我当时检查乔伊粉丝寄来的信件和礼物的时候，好像看到吉玉虎拿乔伊的照片当作宣传图，我当时就转给法务了。我去，你真的在看那些粉丝来信？对啊，身为执行经纪人，定期查看演员的粉丝信件，选择回复，收集意见，这不是职责所在吗？你做得非常好。凯文，立刻联系法务，看看有没有当时针对这张图发过律师函或者法律声明。好，我这就去。好，季总，法务说了有法律声明，但是他们建议最好把信件原件找到。信件原件，那我去找，你们继续看。哎，周丁，大家都愣着干什么呀？粉丝来信的原件有上万封，帮他一起找，找不到都别想下班了。这也太难了吧，我这辈子都学不会。乔伊哥哥，你为什么写书写得那么好看呀？因为喜欢吧，只有喜欢一件事才能把它做好啊。我妈妈也是这么说的。乔伊哥哥，既然你那么喜欢写作，为什么又不肯发新书了？里面的情况太复杂了，哥哥一时半会儿呢也跟你说不清楚。有时匆匆喜欢看哥哥写的书呢，哥哥过两天把新写好的小说带给你看。可是不只有匆匆一个人喜欢看乔伊哥哥写的书啊。每次乔伊哥哥发了新书，我们都能好多人一起被里面的故事温暖，连我妈妈都被你笔下的故事打动了。我说的对吧，李阳哥哥？特别对。乔伊哥哥的文字总能让人在最难过最痛苦的时候还能够感受到一丝温暖。冬夜里的阳光是认真的吗？以前没告诉你，是怕你飞上天。我要是能飞上天，那我岂不是天使了？我明白了，之前是我太任性了，随便取消了新书发布。聪聪，你说的对。只要还有一个人能从我笔下人物的悲欢离合中感受到温暖和阳光，那我就要写下去。那就是说乔伊哥哥不取消新书发布了？当然了，我还要把版税的收入变成公益基金。谢谢乔伊哥哥。谢谢你。
怎么自己找了？到这条鳄鱼也会有这么人畜无害的时候，竟然还有些可爱，是怎么回事？这睫毛挺长啊，不会是刷过的吧？这鼻子，这耳朵，这嘴，其实仔细看还是挺帅的，一点都不输乔伊啊。不行，这嘴唇太薄。你刚才在干什么呀？我没干什么。你不会是想偷亲我吧？谁想偷亲你？别乱说。刚刚那个距离，如果我晚睁眼一秒，你就要亲上去了。你就是刚睡醒，脑子还不太清楚，你再继续睡会儿吧。睡吧，睡吧。哎呀，停！我终于知道球球为什么大半夜的总是睡不着了。别找了，我已经找到了。那个其他人呢？事情基本解决了，他们都回去了。那你怎么不回去啊？你不是还在睡吗？江总呢？他也回去了吗？你好像很在意他的样子啊。怎么可能？我就是觉得你们两个亲密无间，形影不离，上下班都一起，所以就纯粹好奇问一下。你该不会是吃醋了吧？果然没睡醒。哎，等一下，我跟江寒义从小就认识，我爸妈出事之后，我有一半的时间都是在他们家里面，他还有他爸妈对我跟年年就像是家人一样，所以对我来讲，他也是和家人一样的存在，是除了年年以外的第二个妹妹。你跟我说这些干嘛？可我又没关系。周天，之前确实是我做的不好，我向你道歉。道歉要是有用，那要警察干嘛？我们可以重新再认识一次吗？我会向你证明，我已经认识到我的错误。之前确实是我做的不好，
不向你道歉。道歉要是有用，那要警察干嘛？我们可以重新再认识一次吗？我会向你证明，我已经认识到我的错误了。明明很困，怎么就睡不着呢？都怪你个家伙，害得我连续两个晚上失眠。是说鳄鱼继承就到了，那是加还是不加呢？哎呀，酸死了！加就加了，我可不是心软，看在球球的面子上而已。请问是你们点的喵星人乐园 SSS VVIP 专属早餐吗？是啊。哎，你不是继承的妹妹吗？啊，继承还有妹妹，我怎么不知道啊？你什么时候关心过别人？哎，你不是在那个茱莉亚音乐学院上学吗？这么快就毕业了？哦，没有啦，我还在读。正好，我们呢在找演唱会嘉宾，要不你帮我们参谋参谋？我吗？嗯。我可以吗？可是我们平时玩乐队都是瞎玩。你以为李昂不是瞎玩？他也整天瞎弄。音乐不就是怎么高兴怎么玩吗？来，进来。你抱着我的时候，正在雨滂沱。我心里有一个鬼心悄悄降落，他在你眼中停留。喂，快上热搜！等一下啊。怎么回事啊？说是吉一虎的开发商曾经投资过星翼的项目。什么？这件事现在发酵得很快，已经影响到公司的股价了。你们想到什么对策没有？我已经找人调查了，公司所有对外合作合同，星翼跟吉一虎没有任何的商业往来资料，网上所有的事情都是子虚乌有，我已经让法务部门开始介入了。现在外界有不少声音嚷着要你下课，真是一时激起千层浪啊！而且网上的舆论现在是一边倒啊。季总，这个事你要有个回应啊。我觉得没必要，在这件事情查清楚之前，季总不宜出面解释太多，以免越描越黑嘛。
放心吧，季总肯定能处理好的。我劝你们还是别那么乐观，这次事件在社会上的影响太大了，跟以前那些娱乐圈的风波可不一样。闭嘴！我来兴义之后，修改了合同的签字流程，所有合同都必须签单，经办人、部门总监、财务总监、法务跟我都必须要签了字之后再给财务部留底，合同才能用印。这些是我来兴义之后所有的合同签单，你们可以看一下就知道这件事情跟我有没有关系了。哼，可你毕竟是 CEO 啊，有些流程你说遵守就遵守，你说特批，我想没人敢反对吧。我可是听说季总在公司那是一言九鼎啊。现在的情况，外面舆论太厉害了，我们必须给大家一个交代。要不这样吧，我们先从董事中选出一位代理 CEO， 等事情调查清楚了再说。陈总，我觉得这个人选非你莫属啊。嗯，陈总，我也觉得你最合适。哎，小江，你来正好，我们正在商量怎么应对齐一虎的事情。我和大家的看法一样，既然大家都认同季晨有过错，那季晨就歇一段时间吧。从现在开始，新意 CEO 由我来代理。啊？你要代理 CEO？小江，你才刚刚回国，这国内的市场和业务你都不熟悉吧？我也是公司的董事，作为 CEO 我不需要面面俱到，专业的事情有更专业的人来帮我做。陈总，您对公司每一个业务都很专业吗？季晨，你有意见吗？既然是集团决策，那我表示服从吧。自然是集团决策。行，那我们就按此执行。会议结束，大家工作吧。辛苦。你是认真的吗？CEO 给了我，总比给其他人要强吧？你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啊！我不单要操心你的爱情，现在连你的事业我都要出手，我容易吗？你说这话，你没良心，伤心。哎，不过讲认真的，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应对，得商量一下。我倒是真的还有一个主意，不过得借用您的权利了。就喜欢你有主意，请讲，季总。这件事情呢，我觉得说来也不难，我们可以。我去，季总被停职了，刚发的官方声明。什么？怎么会这样？大家邮件都看了吧？这次临时会议的召开，主要是给大家做一个正式的交代，安排接下来的工作内容。我们江总，对于这次公司的决策，我有疑问想问江总。这个吉一虎刚开始的时候，季总都还没有进公司，为什么现在出了事情，他就要被革职？
现在我是新意的 CEO， 也是你的上司，我做任何的决定不需要跟你解释，如果你有什么不满，另谋高就。周丁，坐下。我是在……我明白，谢谢，先坐下。有没有搞错？我在帮你说话，你却糊弄外人。算了，反正我也不是内人。言归正传，这次集团希望我们把负面影响控制到最小，不能影响公司股价。接下来我说一下策略。危机公关的策划方案。今天会议内容就到这儿，散会吧。季总，我认为这件事情查清楚之前，您不应该离开公司。我已经停职了。可是这件事情分明跟您没什么关系。以前是没什么关系，但我现在是新意的 CEO， 就要对新意的所有项目负责，包括这次的事情，我也难辞其咎。所以才要把这件事情查清楚啊！就算要走，也要把事情搞清楚再走。我知道你担心我，但这件事情现在由江寒义负责。什么担心啊？我只是站在公道这边。你还记得乔伊之前出事的时候我跟你说过的话吗？在其位就一定要做到担其责。反正你不能走。原来他紧张我的时候这么可爱。好了，其实呢，这件事情提醒一下二位，现在这间办公室是我的。江总，您来的正好。之前会议上不是说季总还要协助日常工作吗？所以我认为他现在还不应该走。可是这间是 CEO 办公室，他无权继续使用啊。季晨，我只是按照规定办事，你可以理解吧？周天，我们出去吧。哎，还有，以后上班时间禁止讨论工作以外的事情，包括停职员工在内。怎么样，他那么维护你，是不是很爽啊？不客气。你现在去哪儿？哎，我到了。到了。从今天起我就坐这儿了。这是我的办公桌。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黄正，挪过来。季总，你不是在开玩笑吧？我看着像开玩笑吗？哦，对了，我现在刚刚被停职，你也不用叫我季总了，叫我季晨。季晨。如果你觉得叫全名叫不习惯的话，你也可以叫我晨晨。我去，都什么时候了还开玩笑？季晨，哎，一哥，季晨，我去。
职称你变了。一哥，你有事找季晨啊？可是现在公司 CEO 是我。这次是玩真的，真的换 CEO 了。嗯。哼 ，I don't know you， 再见。周天，我看到通知了，这回季晨是真的，真的被停职了。嗯。你怎么坐在这儿啊？我坐这儿怎么了？找我什么事儿？事儿呢是有的，我想在李阳的演唱会上插入一个跟新书有关的节目，我俩决定一起搞公益。嗯，没问题。可你现在也不是 CEO 了，但你还是我的经纪人，你说话算数吧。李阳是公司的歌手，你参加他的演唱会对你们俩都有好处，就算我不是 CEO， 公司也不会拒绝的。行吧，那我没事了。周天，你盯紧一点。我觉得季晨过去啊，一帆风顺，从来没有受过那么大的打击。你别看他现在表面上波澜不惊，但其实内心啊，已经是千疮百孔了。哎，这种男人我最懂了，好像是不太对劲了。拜拜。季晨，你要不先回家休息？不是你跟我说的吗？在事情没有查清楚之前，我要在公司待着，不能离开。嗯，你就去查呀，你别老坐在这儿扔飞机嘛。我现在不是这家公司的 CEO 了，我能查到什么呀？而且，我也就刚出生的时候躺了几个月，闲了一下。之后就再也没有闲过了。现在既然你也嫌弃我，那我就走吧。我不是那个意思。什么？我哥被停职了？江寒义干的？嗯。好你个江寒义，亏我把她当姐妹，她这么对我哥，我曾经还以为她是我嫂子呢。曾经，哎，这些都不重要，关键是我哥那么傲娇的一个人，现在面对这么大的打击，他人呢？我早上问他要不要回去休息休息，说他反正闲着也是闲着，然后他就真的回家了。一定是你这句话刺激到他了。我哥向来自诩忙碌，从来不允许自己闲着，现在却被人说闲。他不会想不开吧？不至于，你看他那么养伤，就知道他肯定怕死。可我觉得你哥有一点怪怪的，就是有一种表面上看起来很正常，可实际上刺激受大了那种。哎，当年打电话问我，是问我为什么要停你的职，看来周天已经告诉他了，跟我想的一样。哎，玩弄女人的心思你最懂。季总才是高明啊，
借我之手撤了你的职，好让极翼虎事件背后的人放松警惕，把他们一网打尽。而我还可以趁机推进一把你跟周天的关系。尿啊！